不好意思，我们想要寄一本《首府男孩》。嗯，好，请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本书经过查询之后，就是我们馆内的书都被借出了。那目前就是民间还有一本在馆内架上，需要我帮你做调书的服务吗？没错，那是伫附近的图书馆找不到想要看的册，买当透过服务人员来向馆内其他乡镇的图书馆来借册。这张借书证除了在每一个馆都可以借30册、30本书之外，你还可以就是说，比如说在这个图书馆里找不到你要的书，那刚好是在 B 图书馆有这本书，而且是在馆内架上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跟馆员申请调书的一个服务。那只要把书名好，然后跟资料跟您的本身的资料留给馆员，那我们馆员之间就会有一个调书的一个联系。经过两间图书馆的配合之后，会将册调到附近的图书馆，并且服务人员也会用电话通知的方式联络民众来领取。图书馆的作业系统之间自然就会跟你来连结，那会通知我们馆内的作业人员，那我们会通知对方的那个馆赶快把书寄到我们这边来。那到时候如果说那些你所想要借的书已经寄到我们公所来的时候，那我们会通知你赶快到我们公所来索取哈。那我们也欢迎在暑假、在寒假的期间哈，那各位小朋友还是各位家长踊跃的带小朋友到我们的图书馆来阅读。那我们图书馆的藏书也非常的丰富，也欢迎各位。各地学校拢开始休馆，加在父母拢会利用时间带着小朋友来图书馆看册、写功课。文化局图书馆嘛表示，未来伫馆内设着寒假作业专区，让小朋友查资料更加方便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